塞，你不是店家对不对？那、啊、你为什么买那么多东西？阿伯大概好几个礼拜没有拍要改装车了哈。阿伯今天来到是一个好朋友的地方啊，这边有三台十四哦，有两台是他自己的，一台是朋友的。然后我们今天的主角，左边这台啊，是 2J 力，是他自己移植的，新变速箱、涡轮全部都他自己植入。这是 2J 力，这台。是雷诺 S20，然后加师傅塞 ，Hello， 今天麻烦你，好塞，哎、欸，你再帮我介绍一下这台吗？这台我等你很久很久了，这台就是美规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想要落出这样，2JE 现在比较流行吧，我这录了好几年了。对啊，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刚刚在等你写电脑嘛，后来设定也有变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对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形式哈。出这它那个引擎脚啊那些东西都要重烧吗？还是可以自己烧了？它、啊、现在也有买得到了。你这部分你是自己烧的？我是自己烧的。它那个工质梁下面的发动机的东西不干涉到吗？不会，沿用十四原本的发动机工质梁就好。对，变速箱我是走比较传统啊，就是一样走那五速 ，R54的五速，就是吹扯。它、啊、窄槽直上吗？都直上。哦，所以吹扯的跟二 J 是直上。对。啊，那它的排档位置一样？差不多。有遇到比如说哪些地方会撞到啊，还是要再处理，要切要割？认真来讲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，一个小地方而已，看个人的要求啊，可能引擎的高度啊，或是前后的距离啊，可以自己抓啊。你现在是不是故意往后、啊？对，故意往后再降低。因为我看你好像就快顶到了挡火墙那边。对。它、啊、可是变速箱很好下来、啊，因为我降比较低，这样子所以维修上会更方便，蛮方便的。套件的话，那引擎的高度会再高一点。之前我买过一套啦，可是那几年前的事了，可能不成熟吧，位置不漂亮。哦，所以你就后来决定自己用。对，那个大梁有做吗？没有，都整理而已。阿 Ken 都没有，哦，整颗就是原厂。对，整理过而已。我们有换吸管，对不对？对，电子节气门。哎，一百的。这个是 Q4 不是吧？不是，对，黑白的，反正是国费或是美国车的吧。哦，一百的，哎，好，你偷改这些东西，那就是变成说你电脑部分可能要再更高阶，对不对？对，高阶一点的电脑。所以 Power Pump 那些东西都是沿用 2J 原本就好了。对，不需要修改。不用。涡轮的，6466，不是选的。好，谢谢啊。一样那个大颗 GT50 的。你还有 S 啊，对不对？开起来有差异的。扭力比较好啊。它延伸。延伸其实 2J 没有比较厉害啦，表明了它就是颗原厂引擎，也是要强，也是要经过改装啦。好，所以要延伸的话 ，Cam 上半座要动到。对，这弹簧胎帽都要再动啊。芭蕉的部分是买现成的。配后者现在大概多大？
1000。1000。听到你动静超大声。那 AEN 干式的。后面有做副那个副油桶。副油桶，你自己做。对。对，这个我有往前，这个，哎，对了，这片不一样，对，这个距离比较好，散热会好很多。原本的话在这，风扇可以说散热是不好的，看不出来，原本是在这边，啊、我还没有注意到，水箱会在这边。那你到现在调整了吗？没问题啊，就顺顺的了，都顺顺，没有特别厉害。加下多少？我在我朋友那店家那边拉是400多，400，扭力，扭力大概50，多少出来？你知道？记得这一颗涡轮没记错，都3500多就来了，大概4000会镇压，还蛮顺的。出这一下去之后，会不会很太重？会啊，前面弹簧要加到12啊，我是加到12，一般 SR 都是前10或前8，后面我好像是6，现在是6，就是原本 SR 的设定。对。这项是 OK 的，还可以啦，堪用。我再上去要再重新设定的啦。对，那个人需求不一样的。然后现在做宽体的，对，后面也有宽体。啊，框的规格是什么？R130。这个有电吗？电一点点。自动？就那个日本的。后面就换 GTR 的后弹，整套。内股对不对？内股会比较不利。手拉车蛮利的，内股反而比较利一点。真的假的？对，可是内股不耐热，不是？对，不耐热。啊，走吧，那皮要换掉就好了、啊、一样换不就没有皮？好、啊，我看看你后头。好，哦，这个就是你自己做的，经验干式的。对，它一颗就足够了。做的，那满线程。短路就自己凹一凹。自己凹叫什么、啊？就有一个工具。你管？90，全段90。哎、欸，你是 S 来说是这颗吗？不是，后来。因为这个引擎全部再重新弄过一次，你自己烧吗？还是自己烧？尾筒现成的啦，钢派到后面要自己烧。都是自唯一的话，就是日本的品牌，小品牌的。哦，你跟我讲嘛，对，王仁杰。他也没有很小。对，这支架都是他们的吗？对，整套他们。他这个在你后来自己补。对。它会晃一点，还是太软了？可是有空还在加强啊。后筒里面还是要做一个支撑给他啦。它内装哎，内装就原厂。一般的14的改法，哦，就是 Costco 的方向这样。对，一般14。然后你这方向盘有特别拘密的，330。对，高手才用330。没有，像我们都用学高手，只是差不多。对，蛮方便的。所以里面下面那个铁都不用吗？都不用，我不用刻意的去破坏它。我们直上就好了。对，对，刚好看到电脑是 Link 的。对 ，Link。那是谁写用的？对，磁省，偶然磁省用的。所以现在增压值到了。1公斤1.5，可1公斤顺的还不错开了。这边都用1公斤。哎，我习惯用1公斤。后面是200。对，就是 GTR 的，整套 GTR 的传动轴。工具啊，是15比。对，15比啊。有在补强啊。鱼眼的底盘。车子应该要配多少公克？3点几的都可以啊，看个人需求。4.1是山路好跑啊，甩尾好甩。